收看基本的播起来咧个节目，哇！基本的咧绕墙个来宾哦，哇！佮个兴奋非常个多年哦，用你安讲呢，因为佮做了东东某强个事情哦。不过因为贴片绕墙个来系，绕墙前面来小个一本书哦，讲个系安尼客家啊，地不读东东做梦应该故事，系讲安样来讲咯，佮个用你来分享佮个，当然爱来讲个系，昨天讲佮个个持有个持有个温室工作者，基本用安样个兴奋来分享佮好咧，所以佮个来分享你。金感来宾七彩云分享，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彩云，哇，真主持人好，彩云姐姐亲救魔宋天师，嘿，亲救魔宋天师，因为以前也是报新闻的，从无，嘿，报新闻，还有主持啊，声音的节目，儿童节目，有吼，亲救以前的事情吼，从二十年前，看不出来，二十年前，跟二十年前，可能大家还在流鼻涕的时候，彩云姐姐已经在播客语新闻了，从无。因为这都是张冰呀，张冰呀，跟永史播客语新闻的心情很像哎，懂紧张，你还没懂紧张，因为公司才发哦，因为哈卡天使腿都也是高年的，大家看的哈卡天使的新闻的时间，一可能有些朋友已经挺习惯的，不过想看二十年前，大家有注意冇？在中视的时间就已经有客语新闻了。嗯，这都是商台还有闽师，不过跟永史播客语新闻。应该也是很受欢迎才对啊，对不对？因为你想看啊，只有三台诶，只有三台，那时候转来转去，有冇跟央视做咧播新闻那一天很难的事情诶。其实我也是没按用意思呢。其实这东西，做嘛该会有客家发新闻的，这东西啊，这想法是系因为政策。所以佮个时段就唔系讲清好，有时系早晨六点半，有时系下昼头三点半，所以佮当时就讲大家唔系呢就忙好，唔系就睡冻住哎呀。我不光要讲，总系啲个量是有按样嘅，早上六点半也好，下昼头三点半也好，昨天听到有冇？哎，这么好听的声音，播客与新闻，也系一件很幸福嘅事情。难得嘅东西，观众朋友用还少。不过都亚哈，其实彩云姐身份很多元嘞。你用我来形容你自己的身份呢？因为基本也有像你来，因为有这本书，等一下好的公开，所以讲系文字工作者。可是你的身份其实很多元嘞。其实我知道讲就是，一类人吧，就是安样啊。就会按养人哈，就会诶做得黑人的补养，要做得黑妈妈，对不对？然后想做个事情青岛，错了，不管系那种角色来讲啦，系做唔得鬼类一个就讲哎，你就胆枪系按养人，也系按养人，也系按养人。不过先有意思啫吼，基本嘢有像彩云姐来到亚片同泰卡的分享，就会因为出了这本书，对不对？那这本书其实是由你这边来采访，对啊，蔡凤，然后。把它文字编辑撰写，然后出了一本这样的。编写唔系矮啦，最主要系有一个很多出版社、出版公司给他们做增订哈，而且这里面访问了20个人案都，然后都是大家都是哈嘎给逐梦人，所以在计划里的逐梦人，不过共同鸦片，其实你是第一届的逐梦人黑猫，错，所以等我后面来写两本书，因为你最有资格啊，错哦，因为我硕士一读后来的那个学弟妹，是哎对学弟妹，故说你是第一届的学姐，做这样讲，好，跟勇士哎相关啊，我现在很多学弟妹逐梦，对不对？不过他是那个彩云姐是第一届，跟勇士你住。底黑嘛该，你去到哪一片？我去到日本三美月。三加给子的是。所以那时候去的主题跟农村有关。有农村，也有都市。主题哈，就讲我用过营养的法，就是藏在婴儿眼睛里的愿望。其实是引用一个也是日本的演员，一个女演员，很有名。董永明哎，都黑柳彻子是，窗边的小豆豆，两本书的装扎，有窗边小豆豆，好险我也有读过哈，黑猫给不给就唐姆斯有吗？那本书很有意思，所以其实从那边得来的灵感，黑猫，黑呀，也就希望讲哦，其实你看到声音呢，也是红阿子爱用他的眼神，有冇懂透彻清亮，对。给都带黑用白型，就按用的世界都带黑了用白，变多那条木竹会变多按用
看不清楚蒙蒙，好，所以我没想讲，我就顺便给他发去相，我就想讲，假使讲我做的去日本去看，给所下一点的东西，还给所下多一点的日本咖啡，对生意呢，对生意很有蛮型的看法，也做法，我就想讲。还没做的转来台湾以后，哎，除了运用到哎乌卡哎生意呢以外呢，还有其他的朋友，系因为用闽南，因为哎从小其实我系台北胎，哎加多头婚以后，对我来讲系拿我一个新的 visa， 新的空间，冇朋友，所以假使讲。我有朋友，妈妈有朋友，生意有朋友，对我来讲，我较轻松。所以去到日本的时节，公司才发，刚才那句话听起来很轻浪漫吼，就是不过简单讲起来就会讲，其实就会用，如果我们用小朋友的高度，去看他看到的世界，会是怎么样这样。所以那时候也是希望讲去到改变之后，看到其实会用诶，跟我觉得好像是跟儿童教育有点关系，对不对？或是。也做得跟有关联，好，然后还有贵个咖啡，我是知道讲贵个日本咖啡对生意呢，也讲对农业对贵个氛围啦，是气氛很有感，对，所以就在那边待了三个月，给观察。那你观察之后收获很大哦，为嘛？导演呐，当初诶，苏芬唔系讲七家，就讲。计划书当方写出来的，还有当多系当多年，其实会慢慢的沉淀，然后再走出来。对你来讲，印象最深刻是乜嘢？印象最深哦，其实你去到日本几只沙崎去应该讲停留，唔系像你哋下讲打工换宿按流行哦，佮当时因为你讲要做生意嘞去，然后询问对方讲，做得接触生意嘞冇，那上下啊可能也冇办法老同做生，啊可能做得同乡下聊到聊，也系同乡下成熟一啲嘞，按有型做得接触冇，因为假使讲要到打工换宿，其实很硬。很严格讲，我一天我今日工作的长途会多，用来的长途，哈，错冇？不过你突然生意呢，真嘅冇办法，太多嘅要求，所以我会先问一下。是，不过去到改变真嘅吼，其实就像彩云姐姐讲嘅吼，因为你去到改变，你要突生意，改变一个时间，要突两个小孩，对不对？一岁，一个三岁，对不对？然后呢，其实。这样子带着小孩，小孩很小哎，对呀、啊，你还要照顾他。不过一路改变，你爱用观察之后，你这样经过暗斗给观察，对你来说，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或者是对你回来台湾之后，重点台湾高雄，你觉得你在这方面，你可以怎么样落实，或是按用来做，你之后最大的收获改变有吗？改吗？我知道，去过去转了以后，我会自动去分享，就讲在你佛房的空间，我会邀请朋友，不管是我头摆在台北的时间的同乡啦，也是朋友，也是讲附近的佛房地步的了条阿嫂啊，也是讲其他了条亲戚朋友，也是讲因为头婚也离新竹可远去，一群，所以也有当到外来的家庭，所以你咪会邀请佮条讲，系咪有兴趣来参加阿勇的分享会，所以加阿勇的分享会爱。就做得搞朋友，跟你不用跟女用嘞，女用当然是你去日本转来的所见所闻。然后你觉得像在分享会里面，你的所见所闻，你最喜欢提的故事是什么？其实我因为你本来在佛房嘅地方就有一个空间，就本声音的来看书，从一个沙崎图书馆按钮去。你喺观音的咩喺日本带来的就讲家庭文库。安永贤的观念，然后安永的家庭文库就是讲可能爹妈妈，给啥妈妈安永吸拍起来，大家出钱去买书，买绘本，然后本身也看，大家轮流看，轮流读书，念故事本身也听，
然后妈妈轮流吐声音嘞。所以吼，大家乡亲们有谈到无吼？谈你个彩云阿姐安讲吼，是袂？安讲是袂？第讲，其实系同日本改编，你主要系观察，记得用音生白，记得用音多，都市用音多，农村用音老，记得个生白地图嘅搭建时期去相处，用音老无限音嘅相处啊，记得个系统嘅教育系用音，所以总统推翻嘅时间，其实做啲老安样嘅看到嘅东西，老大家来分享，希望讲安样嘅知识，然后讲安样嘅经验，做啲慢慢老大家来分享，大家可能一即间会知道用音嘅方式。系适合音，是做的。从这中间可以说是取经啦，吼，对。不过还有东都改写故事，做的老太家都非常强。你改乡亲朋友先聊下，练下唱。你等下唱，转你演唱的好好来问一下，还有嘛改神奇改故事。欢迎做的绕墙道，你个彩润啊，来到节目地图，然后大家来分享吼。其实佮遐你啊，做的讲系中文音改吧，地图改，提起改改学姐，对，然后改摆系去到日本。那这一次里面呢，地图又延续改改中文音改故事读地图。那我节目一开始还是问讲啊，这里这么多的逐梦人，你最喜欢？嘛啥个故事？那就讲，哎，全部爱写，哎，没办法讲。我办每一个都像你的小孩一样。不过公司采访吼，因为爱看一本书嘅时节，亲历好嘅地方系嘛个呢？公司采访吼，这都是啊来自某乡地方嘅做梦人嘅故事。每个人的背景某乡用，对，每个人的故事某乡，每个人想要做嘅事情啊，梦想系某乡用嘅。不说他的领域吼，可以说是分很开。真的是分很开，有音乐的，对不对？有医学的，还有公益的，所以这对你来说，你要写这个，很不容易哎，要做功课哦。从啊从啊，我查，做功课除了讲平常时啊，就讲那这个在乡下，我自从离开都市结婚以后，我当然我自家没有一道后来来自各面四面八方的不同两位的朋友，所以我会从我了解朋友的身上也好多一道东西，包含我知道我写了本书的时间，好，我了解朋友平常记得之前人家讲的嘛，该发啊，都会拆掉本书，都会用一批，真的比如说像里面其实可能他说的音乐方面，对不对？这里面很多个歌手在里面，比如说泰卡可能提给刘荣昌啊，对不对？阿聪古，青岛的乡亲朋友可能有谈过的佩书，对不对？还有前面从山沟的嘛啥的，罗英英也都在里面，对，所以这些你就是一个一个。还有一个陈正航陈正航，对啊，陈正航的音乐也是非常的不得了，因为以前给流浪那一首歌就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所以像这样子对你来说，在音乐上面这个人你比较熟悉，所以访问起来不会压力这么大哈，会不会？其实应该还按样讲，记得讲诶，创作有得很爱听歌，所以我比较好入手哦。写的时候，像罗依依还有郑航，他们都是去大陆的哈嘎 Tiki 嘛，抹烟。那以前呢，在旧年一台体统以前，今年诶，都好有去台流采访过，所以去多位上都好就做得人诶，十多年前去个地方做得。连下起来，不是你就轻易不讲书。所以讲的买东西，我就太提倡。虽然讲我唔系天天去去，错，我咪做得上，做得上上，我做得晒多。对。然后，那你在这是音乐里面的，你有什么故事让你轻感通的冇？有冇？因为里面某拜托哦，有像那本尊的都压片。我们都有第一届的学姐，跟我们学姐来讨论一下这个学弟学妹的故事。就讲佩书啦，佩书佮当时我老去约他佮隔壁堂弟妹来讲话聊天嘛，打水鼓，佮讲东东，就讲东总辛苦的一个歌唱啦，还讲。用班型给有一个亲厚的朋友，就是 homestay 的爸爸妈妈在荷兰，超，因为讲到记得的故事是几个木子面店哦，真的嘿哦，印胶纸，我躺到以后我咪天天给，我咪印胶纸，我就想讲哇，真的安辛苦，就讲老大上瘾有一个共鸣，就会讲
其实大家讲，不管系几辛苦，我全部做的甘肃的多，因为我还没爱用的歌唱，爱用天天的喊歌了，所以我还没有感同身受爱用的感觉。哎，乡亲朋友哈，大家不要误会哈，唔系做乜嘅清定人讲嘅事情哈，真嘅，因为你的一生嘅歌唱地都，系讲你的逐梦的过程，因为去到异地，对，你会随时哈会发生乜个事情，系你没有办法预测的，或者说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我有特别看了一下。佩书在这里面，因为佩书他是学西洋音乐背景出身的，对，然后吉希都奥地利什么，然后荷兰，然后吉希都给片。不过彩云姐在这个书里面有写到一段哈，我是真的觉得也是情如钢书，我就会给共斗，因为希都给片的时节，他们在一个环境里面要等一个市长接见，就市长接见有冇哈？市长会见面啊，讲法。哎，个等个时间，大家做嘛该嘞？说哎呀，某妈事情有冇？个先生有亲头亲头嘞啊，就是我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说，哎呀，某妈事情，我冲狗一下，嘿，你就很爱用冲狗哎。哎，佩叔还真的，连先冲就冲哎，什么？比如说冲，比如说我刚才冲嘛该嘞，应该做得冲。因为他是学声乐，学西洋音乐，佮说佮做会冲的东西有青豆啊，佮做会冲声乐啊，冲冇，佮做会冲。意大利给狗球压尿哎，结果他选择唱山歌，对，结果听众太卡糖 S 就，因为底下腿蛮吼，有一些暗后堂给狗球，对，然后我觉得我就知道讲，对佩书来讲就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国民外交，在那个时候，因为这当时咩杜后有那个黄武山呐、啊，对，里面是主谋人之一，那武山有两个给不退戏的员工诶咩，还有讲。这当时记得接见始终接见记得一个微笑，是一个共鸣同好的一个场空间，对，场合。然后，所以给这种共鸣在那里面围绕，所以应该知道讲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吧。然后给妹把自己准备得很好，是，超。所以那一次我觉得爱知道就是一直在亲后给给做的宣传，他搞个闪狗，可是。爱迪因看呀，迪度给治疗呀，迪工也是因为这样子，佩叔也是重新去思考，嘿咩爱会老按钮给闪狗重新找回在自己的身体里面，然后因为他的身体就是他的武器，对不对？歌声就会给个工具，嘿咩又做的用按钮给讽刺，就是好好的去宣传客家山歌，所以希都给片爱秀工，因为彩云姐会哭也是因为感同身受，因为她在里面就遇到。他的这个在荷兰的所谓的寄宿家庭给爸爸妈妈，对，然后也因为这样，好像还帮他们开音乐会，黑毛是是是，然后比咩金行，然后同心董桥找过扮演，伊讲给这种歌唱做下一本书出来，所以其实当然大家老爱讲分享动作，但是爱安用扮演老爹的故事。编成他简单，还本太家就讲一下就可能写的文字，可是对我老公，因为你可能讲几啊点钟，不过我全部缩到一个就讲两三千两百字的按用型的文字，我下多哦，可能两吞。你希望看啊，这故事三丈耶，三丈耶故事，你几百个字呀，还几千个字，你就把它这故事就说完了，就怎么可能？对，所以这是佩书在里面让你觉得很有感觉，然后还有宽太嘎给故事给时间叫哦，真有很有感觉。对，不过其实彩云姐自己其实现在是住在南庄，对不对？南庄算是一个风景很好。风景清凉，对呀，然后哈嘎种后山后水，后山后水跟后堤防真明显，所以这些街片其实跟农村是非常非常的接近，对，你对农村很有感觉，因为比如说你听一百黑东西蹦的时间，你就去到青岛跟农村嘛，对，那更多鸦片其实这边也是跟农村有关的故事在里面，对不对？有啊有啊有，比如说这边的第一个，那时候打开的时候，你就看到张正阳的农村印记，这对你来说是不是也很有感受？对，除了讲你穷用黑第一届耶学长还是学姐以外哈，就讲对我来讲，其实我下面一个人其实都有老爱去改观察下一批，是，所以视野其实对我来讲也是我就爱爱许多乡下啊，看到回头再去看爱去改头摆的都市风的。也就成番，啊，还有讲看到曾勇按多年来在美农、闽农这片做的事情，所以我会知道讲，
虽然讲穷养很南北，南北的农村，不过按你的观察，还差唔多诶。嗯嗯，对，其实吼，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要不然说低度工作，像正阳，其实佮黑在南部米农嘅你，不过佮去到青岛某乡嘅国家呀、欧洲嘅国家呀，他去到了英国、英国，然后还有去到好像是德国、法国，对，法国，他把这样子的一个农村的，他就是去观察人家农村是怎么样的来一个经营也好，呀，一共有冇该经营这些带回来，然后我们可以彼此的交流，对哈、啊。那我觉得像这样子就真的是一个很棒，所以。真的不简单嘞！哎呀，佮迄动作 visa， 像来迄单枪一个 visa 带上面硬，佮迄第一名叫做。不过里面彩云姐有写到，她去英国的时候还遇到当天的一个遇到英国的这个暴动，所以很快的就先离开了英国。不过这就是。我说他在英国待的时间相较于其他欧洲国家比较短一点点，不过他就是把这样子不同的地方可以说是带回来，所以像这样子的标题都是彩云姐姐下的嘛啊，对，比如说只要黑文思部分都很下来，对，所以难怪哈，真的不容易。黑工你很爱听哈，还可能就魔法图，因为这离我太遥远了哈。这中间有很多都是有使命的，真的有很多的这个转压给敌是黑碟敌度哎，我们黑工你爱唐女的故事爱就做的。哎，用下出来就好诶，有真景，有青岛嘅地势，迄讲你冇去了解，你要冇百度下出来，对不对？还好你自己对农村也很熟悉，好冇？就应该用来讲咧，就讲其实本来老正阳在忙起逐梦之前，哎，你就会朋友就熟识诶，所以一路爱用观察，一路爱用搞分意见过来，其实唔系讲。提拔革命爱用的啦，其实爱用钢琴冇强用，系啦，用起没有？其实两本书地图用意是改改做梦，应该故事，系用大家用运气。其实两本书地图做的本大家用冇强个经验啦，冇强个好心。不过还有冇个小故事，做的老大家来分享哈，大家很先聊哈，你等下再做来。坐在绕墙的彩云，那道节目地图了，大家都会分享吼。公司采访吼，人生的故事啊，青岛吼，嘿，三两句话就可以讲完的，对不对吼？不过今半夜来到亚片，其实唔单枪去分享你自家嘅故事，也同大家来分享，其实有青岛某乡逐梦人的故事。刚才我们提到就会配书，对，就是一个很棒的例子哈。有冇？不过在这边其实书里面有二十个人，有没有特别想提出来跟观众朋友分享诶？像讲佑瑞罗佑瑞哦，在这个书里面的其中一个，对不对？还有上给董事哦，有跟他张你是不是谁？好年轻，给董事，为什么要特别分享？他是做木雕诶，雕刻，所以我会觉得说，我有去看他工作室，我特别就都总发戏，然后看到他在那个木头堆里面。行来行去，然后雕刻啦，还有那个书那条木头的熊咪，超，所以我还会层层的本去沟通，就会讲，佮我同人讲，佮一开始我用来做，一年来做，用来做，其实佮讲得懂清楚，我还会知道讲，哇，我唔顶啊，你是不是说的时间？虽然讲佮当时我咪有做，就是我报新闻做说掠到，可是我唔会想讲个，对我自家未来。按有想法，对爱自家未来按有，就讲佮一次按用去当上忙，按用大变下去，真紧。而且轻重要嘅事情系，诶，大家佮去做梦哦，去做按用嘅事情，都压下去前，佮紧清救嘅时间呢，更加的坚定佮要做嘅事情。其实冇几多年，佮张医生，你哈张医生。七百岁，要四年五年，可是他还是很坚持在这一块。对，这就是对你来说，这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对不对？所以你也看过很多他的作品，吼。看几个雕刻的作品，吼。那觉得对你自己来说，你有没有特别有感觉？因为我知道我出去采访，就讲我去到你的那个场域。场域里面去感受你所作所为，这才能够让我感受到之后，回来之后去下笔的时候会有那种触动。对，真的，他讲说搞流，其实大天发，其实看不到会发，其实
因为他是去到日本，对不对？嗯、对他这次到日本，其实他还参加了日本一个很重要的祭典，嗯，纸鸢祭，那记得按用你。就说像鸦片就会有几多钙片，我觉得还蛮惊讶，就会个来看你下给熟了，还蛮惊讶，就是说。我从来都没有想到，就是说他我们的木雕，他可以到去日本，经过按钮给观察之后，他这样子对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因为其实事实上，在日本的祭典里面，他有非常多的像这样子的一些我们讲这是轿子啊或什么的，他在观察上面的颜色啊、漆器，这都是对，其实我传统的东西都含在保存的当中。哦，然后他就在这上面看到很多，然后就想说，哎，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怎么样来做这样子？嘿呀嘿呀，哦，所以。那还有我知道讲伊，还有有一点就讲伊完全唔晓得讲日本话，唔会讲，所以伊迄伊个题目系以身观身，用我的身体去看人诶，你还做的事情，去观察，你还做嘛该，然后感受到再回到我身上，对，以身观身，我就知道讲，至少我去日本以前很好，差不多3年的日本化，所以我去多几片，因为我是去买东西算钱，也系讲几多些，又简单的开画那个绘画，你还会晓得谈一些的，但是其实完全不晓得，唔爱，所以我知道讲你还没有蛮厉害的，真的。不过更多鸦片，其实这一本书里面安多给中梦人，其实唔系大家都好讲的。因为我们还讲你哎，对不对？有两个，特别提到的是，这边是比如说像是除了这样，还有特别跟露眼达有关的主题也在里面。比如说像是秋萍的，对，秋萍这边是一个返老还童 A 计划，错，也很卖东西，挺有意思。其实是芬兰，一个北欧的国家，是。然后其实观察去看这片呢。不管是公家机关，也是讲私人的，用白钱，因为老年化，就老年的人口增加是越来越多，全世界就会穷游。亚台湾也是按样，台湾其实现在的问题其实是青洋葱的，所以他就想讲，去看这片的做法很用白钱，还没做单转嘛，分两片老年家有按样的学习。错，因为伫个欧洲国家其实青岛老老人家有关系的福利，其实是做到青好的。那因为讲到日本也在国家，其实日本也在国家，其实给他的高龄化其实是青洋葱。不过他们，不过在日本其实有青岛的，像是医疗也好，要是吼老人家的的那种长照，其实已经推动了很多年了。不过在台湾其实感觉上还在起步而已。不过台湾其实可能到了2060年那时候的高龄化的这个数字，有可能是超过日本的。不过，亲友时候，哎，看秋萍蝶这边的分享，就是真的哎，很多按用露眼嘎给八通在里面，他陪老人家玩游戏，丢钱没丢你，丢钱。那看到有给八通这种，哎，就赤手青云，我想说这是什么游戏？对对，他在里面听说不容易掉哎，嘿呀嘿呀，哦，对，所以这个也是在访问他的时候，也是一个很。给封温给给东西给杜后在坐月子，所以这也是一个很辛苦的访问。是，因为又讲讲啊，他太累，然后然后因为要休息，我来有点裸告给，所以我觉得每一次去采访每一个，其实都是不容易的。对，所以你看，永清朋友真的有青岛一个，像这个逐梦人也是同龙岩嘎有关的，淑仪。对，这也是就是一样讲到像是我们要怎么样跟老人家。熊出然后啊，用来做青岛的运通啊，对，是对大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其实主题是老给谐音保密防跌，就会讲你的骨质疏松，骨质密度，然后防止跌倒，能够弄人家一脚会跌倒嘛，所以你要用板型材，你的日常生活力度，从你的洗身间啊，是，也还讲聊天爽爽哈哈的时间，用板型来注意。对，其实公司采访吼，嘿，要不然书地图，你嘿讲，真你会写给大家人嘿讲，是说不完的，太多了。对，所以其实节目的最后，很想要问一下，就是彩云姐姐，其实因为这里面提到，真的对于俺来讲，俺看要不然书给时间，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些人的脑子里，跳哪地都会想到按钮的事情，而且你想到按钮的事情，你有按钮的用心，你真的去做了。对，像我就会觉得很不容易。像彩云姐这边，其实对于自学这件事情，你自己身体你也身体力行了这样子的一个
做法，对不对？嗯、有哈，觉得怎么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分享给？嗯，导演也是讲，去到日本做了以后，你渐渐的，导演往比较自主生活、自主学习，还有跟农业有关，还有方面了经行，然后其实还可以赚多，你去干的省饭。对我们的生活，然后你做一个人，你要吃东西咩？你要读书啊？你假使讲唔肯讲去，无去好教读书，然后用啊好，错好慢个东西。其实我们你会知道讲，好习本来本来就是每一个人，一天我去做的事情，对，一定没有人不想说我不想学习，是，一定是如果说他这样讲的话，一定是遇到什么困难挫折，不然的话，应该是一个人的天赋，所以我们就是后来爱清太的摸的两海各种三年生嘿才给小学六年啊你全部是迪布卡我们叫做在家教育自主学习所以六年都是彩云姐自己陪着她一起学习搞嘿就是你会突击的出去摸摸有其他我跟他说的我们认识说是一些朋友其他的爸爸妈妈可能有什么专长你做带生意的去结束的也是说你带生意的去硕士也是说做带生意的讲故事就带上有带上有做的动力好的 visa 是说有爸爸妈妈很因为巴土你要做对同给爸爸妈妈好巴土是啊是啊那这样对生意来说还真的是不同的开发跟不同的学习对所以对你来说那个时候你参加按钮给自学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可以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相处可以做的做的你会不会有什么担心为什么因为毕竟在台湾还是会是一个担心哦哦可是不会啊那是知道说生意的比台年还要简单还要勇敢也还要简单对你一般来说爸爸妈妈就会说哈自己在家学习哦安永颖以后以后告诉托所谓时间会跟不上对不对因为毕竟台湾其实还是一个从过去比较填鸭式的教学到现在尤其是华人社会爸爸妈妈很希望说哇这后期很轻松的事情而且一定要在学校里面对，可是这是一个完全自学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嗯，哦，但是之后那些大坡讲跳拜，一天要去好教，然后一天都用个爸妈会笑啦，讲哎呦，生意没去读书用个啥哟，他们就听不到。但是还是之后讲，我本期就第一讲可能第二段时间对嘛个有兴趣，你就尽量的满足按用的方向，但是。唔肯讲推表讲，他对他有兴趣，又一次就会往这边走。我以后要培养你变成乜嘅国手啊，也还讲钢琴什么比赛的什么什么这种，全世界有名。其实俺唔肯按用伊嘅精神嘅想法，俺还知道讲，假使讲你生意嘅喜欢，你就支持佮去做。假使讲有一年佮讲，俺去学培养诶，俺咪想哦好啊，唔怕。所以自家对自家负责。真嘅啊，所以是像啊彩云讲诶，吼，其实俩是系在学习个过程，任何一个时候都是在学习。系啊，今日非常欢迎欢迎坐在绕墙度，彩云来到节目地图，老大家分享很多有意思嘅故事。听众朋友系讲有机会有兴趣也坐在一看一下两本书，就当当冇强应该故事哦。今日感谢，还是什么？还是什么？好，听众朋友聊下，等下来做轮头了。